这一波开始那样的疫情的汹涌，或者像海水的波浪，一波一波的各种的困难一直在浮现啊。感恩呢，慈济人爱的能量啊，随着人间所需，那他们都很记住的，很细腻的去体会啊，人苦我悲啊，这就是慈济人，全球慈济人无不都是这样，人苦我悲。